叔贴奴隶的10年对比照网友对比出其中亮点都想哭了。母亲节才刚过，大家对于母亲的爱用行动来表达，而近日在网络上有一名爸爸的贴文也引发网友纷纷鼻酸留言。香港相机收藏家黄定敏近日在微博上传二张照片，写下人生10年，并特别标注奴隶爸爸的生活10年的变化在照片中一览无遗。2008年的爸爸看起来稍微扶香，一手抱住还是小婴儿的女儿，右手轻扶小猫，腿上还躺住慵懒的小腊肠狗。10年后的现在，画面中爸爸一样抱住女儿、猫咪和狗坐在原位，不过爸爸多了些岁月的痕迹，略显消瘦，而当年的女儿已长得亭亭玉立，家里的猫小孩则也跟着变老变胖，看似什么都没有变的10年，其实什么都变了。照片释出短短几天就累积上万个赞，获得大批网友回响，纷纷表示爸爸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也是厉害啦，10年瘦这么多，真的是人生赢家了，平淡就是幸福，我怎么一阵鼻酸，感慨起来了，岁月不饶人呢。甚至有网友感伤表示，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，